是做宽松舒适版的，所以几乎每一个人都可以穿。一般我们买的吊带裤都是蓝色，它这个颜色我觉得就是不太分季节都可以穿呢。然后它也是薄款的软料丹宁哦，它呢整件是宽松的 ，SML 都一定可以轻松的驾驭。那再来，它是走一个花苞拉链式，所以呢这边非常非常的舒服哦。然后它就是这样宽松舒适，在夏天穿起来不会闷热，而且它是做宽肩带的。如果你比较瘦小的粉丝啊，你也不用担心它会一直掉、一直掉、一直掉，它就是整体比例非常好。我这个其实还可以再缩小哦，如果你再比另外再更瘦的话，因为我这边还有一个动距哦，所以大家不用担心哦。它的肩带它不是那种扣环，它是用这种孔的，我觉得更有质感，它把这个藏在里面。所以呢，我也是扣最小的。如果身高比较高，你们担心卡裆的粉丝可以再往下放都不是问题哦。它下摆啊也是做一个反折大口袋，是大家最喜欢的，而且它的裤长跟裤型都是非常慵懒舒适，不是那种很短的。所以呢，你不喜欢穿太短，或者是有时候觉得短裤太短的粉丝，这一件呢、我都觉得恰到好处，而且它也是非常修顺身的，所以我觉得大家完全不用担心。